俄羅斯反對派領袖納馬爾尼中毒留醫德國期間，總理默克爾曾經親身探望納馬爾尼。喺社交網站話感激默克爾到醫院探望，形容默克爾係私下探訪，同佢嘅家人對話。德國官方承認兩人曾經會面，但拒絕透露見面幾耐以及係對話內容，並再次促請俄羅斯交代納馬爾尼中毒事件。德國早前指納馬爾尼身中前蘇聯研發嘅神經毒劑，留醫一個月之後上個星期出院。